开启共享管理器。IPTax 除了可以主动的传送档案或者资料夹给对方之外，它也提供了一个档案分享或者资料夹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。那我们可以在工具这边找到一个共享管理器，那点选之后呢，就可以打开这个管理器。